自从因为自从邱俊康好好的好，现在正在向邱俊康的这个方向进行有一个挥手动作，很自然的。我们会充满现场整个对明星的一片的掌声。全世界的运动好，请你别放心，我们坚持完成这个任务。好，好，市场又出来了，非常清晰信号。现在挥动国旗，太好了，在我们这里不闪的挥动国旗，对对对对，因为啊。女孩子在太空当中只能用一只手喜欢这样的动作，对对对，所以她可以采用挥动过去的方式。看到了吗？是刚才另外一位宇航员把国旗递起来的，就是让所有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。北京七号，我是北京。温州七号，经地面检查确认，目前飞船工作正常。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宇航员动作都是一只手抓着扶手，另外一只手撑住。对。泉州七号已出舱十分钟。好，这挥国旗的动作结束。好，就送两把国旗再拿回舱内。嗯。南亚跟踪正常，